我们的口号是吃哪走哪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锁定方位，主义开胃，主角海鲜辣面，配角煎饺，友情客串辣白菜、萝卜、酱油、葱花汤、真露烟泡酒等，导演德里克颂。Nice。我们的口号是光盘行动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，坚持到底，奔向光盘。现小现卖，蚬子肉的食用功效为：一、蚬子肉中所含微量的钴对维持人体造血功能和恢复肝能有较好效果。牛逼！牛逼！二、提高免疫力。三、壮阳壮腰。拽犯法吗？哎，你告诉我，有哪条法律规定人不能够拽的？是利尿消肿。五、补肾虚。六、屈指降压。无禁忌人群。煎饺有点硬，泡着比较好吃。冒汗了，有点鸡头白脸了。大显包小，显还是控它。这个拿下。海鲜拉面价格为550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5美元。煎饺5000。Yes。